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喂，哎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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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阮老婆能卡啦。我贵人卡，你用跑嘞？你这鬼步啊，不要贵人卡。我贵人卡，干气啦。你是等下出来看阿妈呀？我讲的，哎呦，你很感动，那种已经感动。你们以前怎么求婚？有很浪漫吗？我说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说，老婆你说。就是那一天，我拍完八点档回家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在我家，然后那一天因为就是拍戏，其实那一天的状况不是很好，因为好几天没睡，然后那一天整天都是哭戏，然后心情就很down，然后回到家就觉得有一当下有一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努力。歌勇去台北，对，只身留在台北，对，我要就是上自己独自上去打拼，也快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快20年，就是3年前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心情很差，然后。对，然后回到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一个人瘫在沙发。然后他那天就看到我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说他那个时候说，要不然这样子啦，我们结婚好了。啊，就这样子。他说要不然我们结婚好了。这么草率。他说没有，他就说我们，就说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想要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他说他觉得，哎呦，好像寒冬当中突然一个小太阳打开。不要让你这么累，好不好？对，结婚吧。让我可以好好照顾你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对对对。啊，真正人咧，人若是无运气不好的时阵哦，人讲讲唔听，鬼看可看见。迄个时阵，伊讲这句话，我都可以看起啊。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不是，这是安尼啦，这鬼爱加一个人哦，因为还佫是人嘛，所以叫做桂林。哎。他就碰过了，无拄到桂林，去拄到桂。安尼啦，迄个求婚的过程吼，我感觉。在这里重新表现一下。对，我那一天其实没有，我不是下跪，那天是蹲着。哦，哎呦，蹲着怎么够？碰果你怎么问这个？嗯，当场就脱光了，没还没那么快啊，哪那么激情 ？OK， 好赞呢。所以我是先讲一段告白的话，当然，然后再下跪。跪下去，你就是 Q 我，然后我音乐就下来了。好好好，我去跟老师讨论一下。好了，预备，没有准备，预备，张丰毅求婚，预备 ，Camera，Baby。好，那你一个人在台北这么辛苦，我看得也很心疼啊。那有人说，婚姻像是一个围城，哦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愿意为你在这个城堡里面盖一座宫殿。有人说，婚姻像是个坟墓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愿意为你化身为蝶，化羽为仙。那有你的人生。才完美，有你的幸福是最甜的。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喂，哎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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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阮老婆能卡啦。我贵人卡，你用跑嘞？你这鬼步啊，不要鬼能卡。我贵人卡，干气啦。你是等下出来看阿妈呀？我讲的，哎呦，你很感动，那种已经感动。没有关系，人生的感动哦，可以再重演一下。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！你知道观众在那边，你要跪哪一只脚？单脚，单脚。对啦，求婚是单脚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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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，好，好，所以刚刚错了。对对对，你叫后面那几句就好。那你眼泪继续哈。好，一北彭导说话了。OK OK， 好。一北 ，Camera。如果说婚姻是坟墓，那我愿意为你化身为蝶，化羽为仙。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人咧求婚，你咧笨手，你这个笨手，你倒倒掉啊！你傻啊！你给没出息啊！幸好你求婚的时候我们不在。